位观众朋友，真欢喜你半时间收看这个节目。我前礼拜有在讲起保罗有甲这个罗马的指挥官表明，伊是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这个罗马的指挥官感觉安尼代志真歹处理咯。原因在啥物？因为伊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就无适合犹太人的宗教法庭甲伊审判。保罗袂使，保罗因为是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这个指挥官伊台甲这个犹太人的宗教法庭的主席，就是大祭司共同来开会，啊来了解要安怎处理保罗的代志。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指挥官伊就调大祭司，叫大祭司调所有犹太人的议会的议员，啊，这个议会叫做三合林议会，来审问保罗的问题。啊，咱通知这个指挥官伊在安怎，伊在大声，其实哦，在主持这个会，表面上就是在讲。大祭司在开，确实伊是一个地方的指挥官，伊阁是统治者，所以这指挥官讲话当然有决定权。啊，伊得要求讲保罗大声来解说。啊，咱通知因在开这种的议会，通常唔是去秘伫厝内，伊得爱伫公众，因为迄个时阵。公众大家人真热啊，所以临时的议会开，就是伫什么？伫这个五旬节，民众聚集真多的中间开这种公开的法庭。伫咧开公开的法庭的中间，伊就叫保罗大声来讲话。啊，咱通知，其实保罗是甲指挥官讲，互我来讲几句话。啊，伊咧讲话，就是咧介绍伊去外国。外国人的中间在介绍耶稣过话的代志，好这的犹太人强要挡袂掉，所以我前礼拜有在讲，因安怎拆离衫裤啦，也恢复啦，吼，这拢是在讲到因的受气的情形。啊，当即马来是指挥官调这个三合林的议会，啊，伊甲这个三合林议会，这个犹太人最高宗教法庭的议会的主席，就是大祭司做会底下来开会。伫咧开会的中间，开会伫审问的中间，指挥官我有伫讲，指挥官叫保罗大声讲话。啊，保罗伊讲的头一句话就真趣味，伊讲无论是做代志，无论是做人，我伫上帝面前。这个良心拢是真清气，安尼就是讲保罗，伊伫遮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这个议会议员的面前，伊在讲做人做事，我伫上帝面前拢是啥物？拢是一个良心清气的人。哦，这句话听伫大祭司的耳孔内，强要挡袂掉，伊就叫伊的随从去。圣保罗的嘴皮哦，都得圣落去。啊，是安怎也把保罗的嘴皮，这个大祭司伊的头壳的想法，一个人若敢伫公开讲伊伫上帝面前是一个清气、有良心的人，安尼就是在讲什么？伊无谦卑啦吼，伫这个大祭司的面前，佫唔知影通谦卑。是安怎？伊会受气，就讲你就是一个去侮辱圣殿的人。你带一个外国人入去圣殿，你阁敢讲你的良心无违背上帝？你的良心清气？啊！你得明明去侮辱圣殿的神圣啊！啊！你阁讲这个话，啊！嘴皮都要扒落去。啊！其实保罗在讲，在讲。我在做的代志交代的过，其实在讲这句话嘛，在表明什么？不是我有带外国人入去圣殿，是恁中间有人无照良心讲话。这是保罗讲这句话真重要的所在。这个大祭司阿拿尼亚，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人。阿拿尼亚是伫西元47年。
到第六十六年，四十七年到第六十六年，前后有十二年的时间，伊做大祭司。但是伊做大祭司后来，第六十六年这年去用暗杀，又是安怎去用犹太人改暗杀？因为犹太人一直感觉伊是一个真无清气想的人。哎，做大祭司嘛无清气想，做大祭司嘛讲白贼咯。咱来注意，所以宗教领袖毋是讲真正逐个人清气想，无拄拄哦。咱也看犹太人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和 Joseph， 这个 Joseph 伊伫伊所写的册《犹太故事》的内面，就写起这个代志上出名的一个事件，就是西元五十二年。西元五十二年有发生什么事件？有发生这种犹太人暴动啊！这个暴动的事件叫做撒玛利亚事件。撒玛利亚人的事件，就是说有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发生很激烈的冲突。不过这个约瑟夫的犹太故事的内面有在讲到什么？讲会发生这个事件。真可能就是这个阿拿尼亚大祭司在背后搅扰，因为伊在搅扰、在煽动，啊，伊在这个混乱的中间得到真多的资源哦，所以就去被检举哦，啊，这个检举就送到伫罗马皇帝的所在，但是更加心酸啊，因为这阿拿尼亚大祭司啊，伊真爱钱。想尽办法贪污，外国真济钱。伊甲伊个囡仔伫即个事件，奉送到伫罗马政府个所在，伫罗马皇帝个所在。啊，即个事件还未送到罗马皇帝手里个时阵，伊就已经摕真济钱去做暴露个工课，送红包予真济啥物？送红包予真济遮个罗马的政府官员，所以遮个罗马政府官员就将伊的案件改修改，啊，予罗马皇帝批落来，讲无罪得到逃放。因为无罪得到逃放，所以伫西元五十九年，伊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当时的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总督挡不住，因为是这个总督把他送去的，所以这个总督在他倒回来的时候随时在切换他的大祭司的职务，没大祭司的职务就没有保护者，这种也做守卫啦，我们今天在说守卫随从在他的身躯边，所以在六十六年的时候伊就去奉创什么？去予犹太人有一种党派，这种的党派叫做混粹党，啊是讲现在中文的圣经改叫做积极党。这积极党的人足受气，就想尽办法将阿拿尼亚改太暗杀死去。是安怎安尼？因为伊感觉做一个大祭司，佫真爱钱，佫会贪污，佫会做。扰动法利赛人，即个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冲突，啊，伊才对迄个中间得到真济的政治利益，所以作受气，达暗杀死去。啊，即个阿拿尼亚在开即个审判会议的时阵，安尼真出力，叫伊的保伊的守卫对保罗吹皮达陷落去。保罗拢无得惊，保罗得真清楚，甲阿拿尼亚当面一句话，伊当面是面什么？伊讲你亲像一个啥？壁抹光的树，壁抹光意思的是什么？内底垃圾甲啊，外面漆甲金细细，无真正对内底发光，是外口的发光。伊阁甲伊讲一句真咒诅的话，哦，这若任何统治者听到嘛挡袂掉。伊讲你会去予上帝甲你讲死去，会去予上帝甲你讲死去。这是保罗作袂客气对即个阿拿尼亚讲的话。
其实保罗会安尼讲，一定有原因。因为保罗本身就是一个经学教师，我有在讲，伊足想要成做一个最高法院的议员，真有可能保罗因为无洗红包予这个阿拿尼亚大祭司，所以伊拢得袂到入去成做一个议员的资格。伊在想尽办法去掠较济基督徒来做伊的业绩，真有可能甲这个背景有关系，所以伊在作秀去，伊家己骂哦。啊，咱会当通知啊，保罗本身是一个宗教师，犹太人的宗教师。犹太人在受气，在讲你是一个宗教师，好好唔做，你哪会走去信耶稣？啊，过来在外国人的中间，甲这的外国人讲哦，恁得来信耶稣，因为耶稣是你的救主。安尼，让犹太人感觉讲。那是耶稣真正救主，你嘛无应该去外国人的中间在传啊！啊，唔单呢，伊去传的时阵，佮伊讲啥？有耶稣基督就赢过所有的律法规矩，因为耶稣是完全的一个救主。啊，这或者犹太人佮较挡袂掉，因感觉因这是上帝特别疼痛，外国人上帝袂疼。这是因的一个想法，所以你也看因作秀气的下面，唔过保罗真冷静哦。伊对这个大祭司大帕有意见，伊就甲伊骂哦。咱先讲到这休困者，再过来继续。我头先有在讲，保罗骂这个大祭司了，伊就活转身，所有的群众底下来讲话。咱通知保罗本身是一个宗教师嘛，犹太人的宗教师，伊真清楚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内底毛分两大系统哦。有一种系统是咱在讲叫做属地祭司的系统。有一种系统是属地法利赛人的系统，啊，这两种系统在虽然同款的犹太宗教，却是思想是无同款的。啊，这情形都啊，甲伫基督教是同款。咱注意来看基督教内底这种的神学观念都有分别的，一种叫做保守派，一种叫做自由派。自由派的神学思想就是讲。大家人会当对无同款的观点来在讨论信仰的问题，譬如讲，我就有讲这个问题，就讲什么？唔是无信耶稣的人，上帝拢无爱因，因未得救，因就像咱一般在讲，无信耶稣未当去天堂。啊，我定在讲，你哪会知？上帝若要让伊去，啊，你是要安怎？因为决定什么人会当去上帝遐，未去上帝遐，唔是咱的决定，是上帝的决定。不过我伫讲这种的话，就有一种人即挡袂掉。哦，我伫捌收过即个批哦，下来的人就是安讲，罗牧师你讲即个话，我挡袂掉。以后我拢无爱参加你伫出的礼拜啦，无爱参加你的查经班。原因就是因有一个看法，除了信耶稣，上帝拢无爱你。伊对这个真清楚的看法是安尼。啊，这就是我伫讲讲有这种无同款的信仰态度甲观念。保罗嘛真清楚知影这，就是咱若看伫法利赛派内底的人哦，正确讲法唔是叫做法利赛人，叫做法利赛派，甲。祭司派叫做撒都该派，啊，这是两种真无同款的宗教派系。啊，咱来看，这是当时的情形啊。其实伫基督教内底，咱应该嘛捌听到一种叫做啥灵恩派，啊，一种叫做福音派。灵恩的、福音的，啊，这灵恩派因真讲究什么？会讲这种灵语。哦，所以在聚会中间，因为忽然间啊，人在讲什么，你听拢无，伊在讲什么啊？在嘴在一直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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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真久长的时间。啊，这个福音派，因感觉
这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啊，常常地有这种的争执会发生哦。咱嘛去看到讲基督教内底嘛，还佫有这种叫做正统派啊，甲新兴派。正统派就是讲伊的传统教会传统几若百年。哦，对宗教改革了后出现几若百年，啊，这个教会的组织真清楚。啊，但是有一种就是对这教会的系统组织拢无爱，伊家己成立一个基督教会，伊无属什么教派。虽然有的教会出来，伊扩大哪来哪大，啊，伊扩大哪大，伊在无形中有一个组织，但是这个组织甲这个宗教改革了后出来教会系统的组织是真无共款哦。啊，因为无同款，对圣经的解说了解，常常会出现真大的差异。这嘛是咱伫基督教内底看会到。啊，保罗就是看见群众的中间，伊要开始讲话时，伊发现群众内底就是有无同款的这种宗教派的人，有法利赛派的人，有撒多该派人，得这些派人，所以保罗伊得安尼讲一句话，伊讲我今仔日伫遮受了受审判，是因为我伫讲耶稣已经死过我，啊，私心嘛是安尼，因为是耶稣死过我，才会地到保罗放弃做一个宗教师，去真做一个在传达耶稣过活这个消息的一个传道者。伊安尼讲拢无唔对，伊就是讲，我相信有死人过活，我就是去在传耶稣对死过活的人。安尼讲简单一句话伊在讲哦，我今仔日伫遮受审判，是甲我去在传这个消息有关系。因为这句话，英国军将煞开始吵起来，过来就是伫这个三河林议会，遮个议员嘛冤起来。像我三河林议会，就是对三种身份代表来形成，一种身份就是我在讲法利赛派遮个经学教师。佮一种就是祭司派撒都该人，佮另外一种就是地方的长老来组成，即有七十个人。即个你啊看法利赛派佮即个宗佮即个撒都该派，伫内底应该听保罗讲即句话，就挡袂掉。因本来要处理的是甚物？保罗哪会使带一个外国人入去伫圣殿的内面？保罗根本就无爱去讲这件代志，伊唔免替家己辩护，因为群众是听袂落。不过伊得知影群众的问题，有这两种系统的人伫群众的中间，议会嘛有这种的人，所以保罗才公开讲。伊公开讲，就讲我今仔日伫遮受审问、受审判，是因为我伫外国人的中间在讲什么？耶稣已经死过我。咱通知哦，这真趣味。伊甲我讲一句，个群众就冤家，议会人嘛冤甲迷迷毛毛。结果群众就分做两爿，原因在啥物？因为法利赛派这种的经学教师，因相信三项代志：相信死人过活，相信有天使，相信有上帝圣灵伫人的中间在做工课。唔过，撒都该派这三项拢无相信，因无相信有天使，因嘛无相信有上帝灵会伫人的中间做工课，因佫较无相信有死人过活，因无相信死人过活，就有一个故事捌发生啊。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阵，就是有一个撒都该派人刁工要问耶稣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要证明无可能有死人过活。啊，这个人就是这个撒都该派的宗教师，就是在问耶稣。伊根据摩西的规矩来在问哦。摩西的律法内底有一条规矩，就讲你的兄弟若过往，兄弟
的某若是无生子，你做兄弟的人有义务责任带这个兄弟的某过门替你的兄弟生子。迄、那个目的就是要保留兄弟的财产，无抵交予别人摕去，予遮个兄弟呾分掉去。但是兄弟的某若是有生子，伊就会当继承这个土地财产。所以这个这是摩西的律法记载伫《申命记》哦，所以这个撒都该派的人就问耶稣讲，有一个妇人人。伊的丈夫无生子就死去，伊就嫁予丈夫的兄弟，安尼拢总七个兄弟拢甲伊娶过哦。哦，你看伊设计这个题目真趣味，七个地表示啥？嫁甲无法度通阁嫁，啊，毋过大家娶着伊拢死去，娶着伊拢死去，拢无生子，拢无生子。然后因就问耶稣。讲若是有过我这个人是甚么人的某，这个七个兄弟拢有娶过伊啊，到底伊是谁的某？耶稣就应一句话，讲过我是上帝的所在，伫上帝的所在无有世间这种的假娶，无，大家去上帝的所在，拢真做上帝天使，无有假娶这个问题。迄、那个撒都该人一个听到说。唔知道要安怎接落应答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就讲：我是在讲个死人个话。这撒都该派人听到的大声话，无这个代志。啊，这些法利赛人讲有啊，哪会无？呼，两边的冤家介厉害。啊，一个冤了煞未记得保罗，这是因的对象要审判的对象，结果两边冤家密密麻麻。因为我哪来哪厉害，保罗真惊什么？保罗看因在冤，这个指挥官上界惊，就是保罗在迄个中间，因的这种乱家强要暴动的时，因惊保罗在迄个现场，伊控制袂调，指挥官讲控制袂调，保罗和军将掠去打死去，所以这指挥官就命令兵啊，将这个保罗打押入去伫内面，因为将保罗带入去营房，犹太人煞唔知要安怎，挨个议会就无结论嘛，就安尼结束去。啊，这是一个真趣味哦，同款的信仰，无同款的观念看法。见解就会发生真大的冲突，基督教的历史常常发生这个代志，所以你也看有东方的教会，有这个新教宗教改革的新教的教会，其实拢是对信仰的认物来发生哦，信仰的认物差异，教会就会分离。保罗在迄个审判的中间，伊嘛是讲出这个问题出来。真多谢你半时间收看这节目，平安。